哎，阿宝，我听说乒乓球有很多侧旋，是什么意思呀？乒乓球呢有左侧旋和右侧旋，我今天先给你讲左侧旋。左侧旋呢是我摩擦住这个球的左侧所产生的一个旋转。左侧旋呢也分两种，我在摩擦球左侧的同时呢向下摩擦这个球，它就会有一个左侧下旋。这种球呢一般你就要去搓，或者是选择去拉，去更加摩擦它，你才能接回来。还有呢就是我摩擦住球的左侧同时呢向上摩擦这个球，它就是一个左侧上旋。这个球呢你就要去压着球去打这个球，或者是像当成拉上旋球一样去处理这个球，才能把这个球接回来。简单教你发一下左侧旋啊。板型呢板头要冲着地面，这样呢你的球拍才更容易摩擦到球的左侧。然后呢你的胳膊像一个钟表一样在这摆动去摩擦球，就会产生一个左侧旋。当然了，刚才跟你说了左侧旋也分上旋下旋，对吧？你要想发左侧上旋呢，你在摩擦入球左侧之后还要向上提，这就是一个左侧上旋。但是你要想发左侧下旋的时候呢，你的板型要稍微倾斜一点，斜着一点，板头就不能那么的冲着地面了，倾斜一点。倾斜一点之后呢，接触球的左侧的中下部，中下部向下看，就会发出来一个左侧下旋了。你学会了吗？